炸弹人一样。韩国的炸弹人怪得很，我最近遇到炸弹人都猛的一逼，都是那种一个大对面可能就没了的那种妖怪炸弹人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他过来打眼的这个逼挺细节的呀。对面波比这把肯定是抓上的。미니언들이상성되었습니다。妈，鳄鱼打诺手都要出智慧默认吗？兄弟们，过分了啊！파멸이기다린다。耶。果然在。波比在哪？我过来了。三秒。呀呀，牛奶他妈差点又来玩了，这又死了。我靠，我穿的够快了。他妈别人还是比你快呀。还好老子的鳄鱼顶，真的。凭什么救我？这波比死亡式打法。
你想一想，自爆流。诺手二级怂的原因是因为他 Q 被我躲了呀，他肯定怂呀。鳄鱼二级也很强呀，他 Q 被我躲了，他肯定要怂的。弱者不在。我鳄鱼都是出破败的呀，这版本，因为出破败厉害。对面打野在哪？打野我把他烘托了，不想硬的。杀不死，这波越不了，吃个螃蟹。有还没演，来就死，来就死，算了，我在这里，你进不去啊。我、啊哦、红蓝都全被抢了。好，那好。我上路现在可以一 v 二。我这波推了，我回了，稳一点，保证 B 一 v 二成功。现在这装备还有点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来搞老哥，撤退了。逗我，组队来搞老哥，发现老哥不好搞，撤退了。这波拿破败杀诺手了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换路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能打两个吗？不好打，马尔扎哈呀，控制有点多。呀，鳄鱼这英雄真的是游戏体验无敌。推吧，中期稍微稳一点，不用打得太凶，也不会给机会。如果打得稳一点，对面还杀的话，就有可能反杀杀两个，看操作。我13分钟左右，黑切破败，鞋子加水银鞋，啊，加那个波兰剑。1000块赏金。我1000块赏金吗？应该是1000块赏金。太他妈恐怖了呀！流魔的鳄鱼，兄弟们，每一把都必然不会让各位失望的，就是流魔的鳄鱼。哦吼，车车没吃到。他不想拿鳄鱼这种分组英雄，你妈拿出来对面就他妈投降，他妈不给我机会让我他妈把玩一下。中路九级，1-0-2的中路九级，89刀，我173刀，这些队友也不想玩游戏了，真的。哦吼，但是会撞墙。这韩服转二转三吧。应该排的人应该排到转一转二了，牛奶那号快转一了，我这号转三。太他妈畜生了呀！哇！哇！
有人吃，看，我操，这个好兄弟啊！鸭子死了一次，不然他妈不知道多有钱。看一下我们的经济差距，好吧，我跟诺手的经济差距，我只想看这个东西，别的都不想看。